小伙伴们，躺平发育正版有更新了。没错没错，我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在视频的评论区里面就有粉丝提醒我说，躺平发育更新了人物的皮肤。老家伙，生怕我看不见呀，发这么长一段。另外我还看见有粉丝说，躺平新更新的内容皮肤太难获得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嘿，辉哥，我这还没来得及玩呢，小伙伴们都下达任务了呀。那这个我可不敢怠慢，而且我呢是遇强则强，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，咱们干他。那么我了解过后，的确是找到了一个快速解锁皮肤的方法。嘿嘿，不过在此之前呢，小伙伴们应该都懂的吧，先给视频长按点赞。另外小伙伴们还有什么新方法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出来哦。别废话了行不行？好好好，官方这次的更新给六个角色都出了一款皮肤，而且还挺好看的。那么想要解锁，就必须使用相对应的皮肤碎片进行兑换。皮肤碎片懂的吧？这个我懂啊，对，和某某荣耀搞的一模一样。那么想要获得碎片，就必须亲自击杀联盟者才可以从宝箱里面领取。好家伙，还必须得是亲自，别人打死的联盟者还领取不了。咱就是说，官方你有必要这么严谨吗？搞得小伙伴们纷纷求救，都难哭了。还好我聪明机智，在实验了几十把之后，找到了快速获取的方法。首先咱们选择普通模式中的经典地图，然后来到这个房间，注意必须是它，稍后你们就明白用意啦。先关门，但是不要着急上床，来到这个墙角待着，记住屏幕上一定要显示出开门按键。接下来就是等待联盟者出现。哎，对，如果他来的时候，等他靠近大门，咱们点击开门，然后迅速上床躺下，瞧见没，他就被大门给卡住了。什么阴的吗这个逼。哎，就这个小 bug 可节省了咱们大麻烦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用这种方法只能打死一级的联盟者。 OK， 在击败他之后就会获得皮肤宝箱，利用这种办法多来几局，运气好的话很快就能集齐所有皮肤。你们瞧瞧，辉哥就是利用这个方法把所有皮肤全给他干出来了。怎么样，学会了没有？请大家把学会了打在弹幕上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一展示一下。首先是可爱妹双马尾女孩，她的皮肤是小梨，从打扮上可以看出是一只小狐狸，气势瞬间从可爱形象变成了骚。你想说什么呢？啊，性感性感。下一个下一个，眼镜小哥皮肤是一个打篮球的少年。打篮球，我就想问问是不是也会 rap 呀？意思没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神经病啊。第三位憨憨大叔，皮肤是一个圣诞老人。嘿，这个不错啊，和他的气质很符合，就是这个胡子有点格格不入，换成白的话这就对味了嘛。见了见了。下一个高马尾小女孩，皮肤是醋，哦，醋峨眉。哦，李白不是有句诗吗，美人卷珠帘，身作醋峨眉。哇，下一个白毛姐姐皮肤是童年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头变成了棕色。怎么着，年纪大了想念小时候的样子啦？你瞧那身材，瞧那身材。哎，他急眼了，看来是被我说中了呀。滚。最后一个是老奶奶，她的皮肤叫做功夫，身穿棕色大褂，你还别说啊，配上她那个墨镜还真有点那味儿。那要不要给我们表演一下咏春呢？臭小子，意思想让个骨头散家是不是？没没没，开个玩笑而已，你可别当真呀。怎么样小伙伴们，你们都解锁了吗？干了多久呀？好啦，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喽。还没有点赞的小伙伴们，快抓紧动起你们的小手，给视频长按点赞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